如今出门在外，你可以不带钱包，却不能不带手机。可是手机没电了怎么办？目前中国正流行一种新型的太阳能移动电源。 What is this? 加尔纳微型太阳能发电站。不同于传统的移动电源，中国的这款产品既可以使用电源充电，同时采用超柔性太阳能电池技术，将太阳能充电板变成一张薄薄的膜，需要的时候只需轻轻一拉便可发电使用，而不用的时候可以轻松卷起，十分轻便。相比普通移动电源，加尔纳不受电源的限制，户外活动、旅行、出差，它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发电。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，充满一部手机只需两个多小时，而光照不充足的时候也不用担心，它的弱光性强，不论天气如何，只要有光它就可以进行发电。怎么样，现在不怕手机没有电了吧？哇，这是我需要的。